然后又想说就是飞回来台湾嘛，至少也不要造成台湾民众的一些困扰，所以就做好防疫这样。政府就是川普的一些政策，所以造成就是大家开始在抢购一些民生用品，然后开始囤货这样。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家人讨论之后，就决定先飞回来台湾。对，然后因为想说就是飞回来台湾嘛，至少也不要造成台湾民众的一些困扰，所以就做好防疫这样。你是要去哪个国家？飞菲律宾。怎么会有这样一身打扮？菲律宾很危险的。你是要去哪个国家？菲律宾。怎么会有这样一身打扮？